这个这个案件给我打电话，就我来看看这个家乐福的哈，走犯了这个这个东屋西屋，咱这个是西屋啊，西屋西屋光露图是吧？露图露图回来我给你整整这个给你把钉吊上、嗯、是吧？嗯，你不箱子翻开咱这个烫屋了、烫屋因为一不中住在海盘，兰兰上一年盖的啊，俺兰姐上一年盖的，那没四十年，快三，咱这个屋子都是三十五六年吧，三十五六年，看烂了看看，烂了屋的啊，屋的是得盖，得盖，啊，你这个上裂这个大缝，你看看，啊，砖上裂大缝，砖裂了个大缝，你看你看看，啊，没法住了，哎呀。三十多年了，三十五六年了，这住的不安全了。这儿有裂个缝，你看这儿。啊。你看这儿裂个缝，你看看，你看那，这跟那裂下来了，你看。啊，这边也裂了。没事，你少往这屋来吧，娘。啊。不咋上那个。你搁东屋里先住的呗。不是，那你搁浦阳住楼梯中吗？俺不去。你为啥不去啊？住不惯，嗯，那。是。你看。哎呀，这儿一个大窟窿。那你我过了几年呗？啊？你看这玩意儿一裂缝，裂到地儿啊！你看你那脚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裂到地儿啊！中。过了几年，这个换换，看下年能给你翻开了不中吧？嗯。啊？中，你翻开了不行？你叫你照这面，这都裂透气了，中不？啊。你看这面，这边，你看你看这多大的缝。啊，不能住了。你看那，就搁那里屋住啊。嗯。不能住了，不叫你搁这住，后边咱有院子，你住不愿意住啊？愿意住，俺想盖个盖屋在俺家住的。啊。回来这个啥，你先搁咱这个屋子住的中吗？还有空调。嗯。啊。嗯。你先搁这住的，回来这个叫换换，给挣点钱、嗯，到时候给你翻盖喽。嗯。啊。嗯。我这是照好。再吊上，你看骆驼，骆驼，这给你吊上顶，啊，嗯，这都给你吊上顶。这两天我都给你找人吊上，把这顶吊上啊。搁这屋里做个饭，搁那屋里住的娘，先住的这种啊。哎呀，你别管了娘，这两天都给你吊上，你联系联系人啊。关键我不会弄这，会弄这的话，我都给你买的材料我都吊了，中吧？啊，咱这个屋没啥事儿啊。啊，这啥呀？洛神。啊，弄洛神熬个地了。啊，你见面整治了，你还种咱的地，再给了洛神。啊。你吃去呗，这。那不收着。煮熟。晒晒呗。晒晒吃。一点不用晒。啊。呀，晒它晒干再吃。晒那煮熟吃去呗。这煮煮的吃那个啥样的？啊，吃哪个去了？吃那个湿了。啊。啊，我说露花生豆的了。呀，露不正啊，被它晒。啊。你到明个有阴天了，过没啥有雨了，你就晒了。这屋子你别管了，抓紧就是给你这先把这个眼前这个吊顶这个事给你解决了不中啊、嗯、不能不管你事啊。娘啊，你回来跟他房子了住两天就把新鲜新鲜中啊，来回跑的啊。酒里都说了、嗯、那和人家又跟那老太太啥了、嗯、你跟他和转转溜溜散散心啊，去吧、嗯、啊。完两天你忙活了，搁家住房了，搁哪个住两天？搁哪个住房了？搁家嘞。都是好不那给你留的屋子了啊啊啊，那三间了、嗯、那里边啊。不是你溜溜转转出来是吧？又不是还得叫你享福、嗯、啊。你看俺姐来时候给你点俩背跳机，那个姐来时候给你点俩背跳机，咱冰箱的背跳机都塞满了，吃不下。啊啊！真得叫你享福，你啥都不用想，嗯、想恁多啥、嗯、啊？你看你这，你看你这，二孙子有二孙福。这家里吃的东西，你说啥没有吧？嗯、啊？八宝粥啥都有。那没闺女没啊？咱这一空调有是吧？哼，多好啊这！嗯，回来这个烫屋该翻盖了，换换换换这空调啊啊！拿了八百块钱买回来这拿五百呢。八百块钱买了个空调啊啊！国家补贴的了啊！
是吧？我要这电灯盒啊。我一忙，我说俺要俩，那不是交，那不是交钱了啊？我也交了，俺也交了。电灯桌多少钱买了？这个。不是这个桌啊，200块钱买了这个。这是这个啥电？不是啊。那个火锅儿啊，做饭。对，这个是电暖桌。啊。吃完娘这猕猴桃，这个这你没吃过吧？这个，给你拿着吃呗。啊。我吃了一回。吃了一回啊。我觉得吃不了。啊。哎，些甜这个。这个是这个好品种，这个是。嗯。38块钱一箱的啊，放两天再吃啊，中有点硬，那个放两天再吃呀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两天都给你整了啊。烧不是冰箱了那个肉，这个菜鸡蛋烧鸡啥的，你这个背条鸡啊，你该吃了吃啊。自己一个人搁家吃饭，你别应付。哎呀，我也没炒过菜。啊？没咋炒过菜。咱煮点面条子，磕俩鸡蛋一种啊。哎呀，吃也都中。哎。我说你搁濮阳跟俺住的，你不去。哎呀，我在家这我走点铺没去的。茶花那个人快送来了，那个人说再整两天。咱娘是不能下门。我今儿个花，我买馍吃，给我花销都中，不用给啥。啊。还有这金花，我还摘，我那又摘了6块。5-6块买肉呗，肉多都有钱了。是。是吧？你光想一把挣一把的钱挣成了。哎，别说那了，娘，冰箱的肉你别舍了，看那该吃了吃，我跟你说这。啊。嗯。回了那都扔了。嗯。啊。嗯。